趁现在其他姐姐不在，你起码让我知道一下你们自己有什么那些什么技巧啊、绝技啊，然后后面我可以设计一下放在表演上面嘛，对吧？比如说心灵姐姐啊，我也没有啊，就是只是刚好你的感觉给我感觉好像下差了感觉。我不会差、啊，我看我们选，我好像我只下去，我只下去，哇哇哇，我可以下去，哇，哇太棒了！你为什么弹跳一声没有展示？这弹跳一声好像不适合这个吧？谨言，你以前是不是学那个什么芭蕾舞或者是古典舞、那个？我学芭蕾，芭蕾要练转圈，对不对？要练转圈。平转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平转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哦。挑战一下啊！来，你转右边还是左边？我可以转一圈。真的吗？嗯、那我们站中间。360。你围绕着我们，我们转。来啊，我转回到这儿啊。OK。预备。走你。走你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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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出去了！哎呀，哎，会不会头晕了？哎，哇、啊、哇、啊啊啊！好棒、啊！停！有点晕了。我和心灵的这个劈叉和这个360度转圈，能不能拿到小红花？啊，小红花，大大的小红花。